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：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634页，我们从倒数第七行看起啊，倒数第七行，超日月光啊，从这超日月光，静言曰：过失色相啊，过去是超过。超过世间的色相，叫超日月。景星月，日夜恒照，不同娑婆二要智慧，故超日月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日月星宿。啊，光明遍照，身放光，大地也放光，树木花草样样都放光明，所以它不需要太阳，也不需要月亮啊，超日月的意思。坛师赞曰：光明照耀过日月，故佛号超日月光。又超日明三昧净数，日之光明照现在时，人无软动，百骨耀目。前面一句是动物，这一句是植物，诸天龙神皆因日辰普得幕后。这就是日月所起的作用，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来说，动物植物乃至于鬼神都要靠日月光明啊。日不能照而铁为间，两个铁围间，铁围山，大铁围山当中啊，太阳照不到啊，那么也不能照人心之本啊，不能照人心之本，临开大业啊。没有听说日光照到会开悟的啊，没有听说，只能照人的外表，不能照人的心之本。心之本是意念啊，没有办法叫人开悟，叫人通达。
但照有形，不照无形。啊，无形的他照不到，超日明三昧，所以圣者何？啊，这个超日月、超日明三昧，他的殊胜在什么地方？念老给我们解释，啊，日明三昧，数照十方，无边无际，三界五道，弥补彻常。啊，我们上前面念到此地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，啊，五道除阿修罗，阿修罗在哪一道，就算他是哪一道的，啊，那这就只有五道，啊，通常讲六道是把天阿修罗列为一道，实际上天阿修罗可以从天，人阿修罗就不说修罗，就说人。畜生阿修罗是畜生，啊，所以在哪一道，这个六道里面，除了地狱道之外，其他的都有阿修罗，啊，鬼道、畜生都有。说何况弥陀光明，啊，弥陀光明遍照，没有照不到的地方，故名超日月光。上至经文，甚于注解，啊，跟一般注解的地方都殊胜，啊，盖以日光能照一切有形，生长天地万物，但不能照无形，不能透铁围山。啊，刮胡里的说，故不能照两铁围山之见，不能照明人之本性。啊，这个他照不到，所以超日月明三昧甚至。但弥陀光明呢，又云胜此三昧，啊，这个超日明三昧胜过太阳，啊，胜过月亮，啊，阿弥陀光明呢，又胜过超日明三昧，故名超日月光也。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部经里面学过多少次，都能够啊理解，也能够深信。最后一条，不思议光，见唐宋两译，啊，这两个译本上都有不思议光。魏译把这一光啊说成两个光，啊，就是开为两光，啊，开为南思光与无衬光。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，按南思即不可思，无称呢，无称是没法子说，就是不可以，啊，所以不思议光啊含着两种光，啊。静音乐故，故是超故，事是事件，
心是众生心，众生的心想，超过世间众生的心想，所以叫难思啊。超过世间众生的语言、言想、名无称狂啊，过者超过之意啊。景心大师说：“广非诸二乘等所测度，故难思。”啊，深闻缘觉，全教菩萨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啊，叫难思啊。亦非愚臣等所看说啊，也不是这些人啊。小臣声闻缘觉，大臣曰全教菩萨，他们也说不出来，所以叫无称，也就是不可思议啊，不能想象，也没有办法议论。这个议就是言说，你也说不出来，你也想不到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叫难思啊，无称。又谈思赞曰，谈鸾法师的赞颂啊，我们看其光除佛莫能测，这个一句话讲透了。那么除佛之外有等觉菩萨，有十地菩萨，大乘经常说的八地以上啊，八地以上等觉菩萨也莫能测，也无法想象啊，所以叫难思啊。啊，愚臣除佛之外大小乘菩萨都不能思议，所以叫无臣。难思无臣呢啊，谭鸾法师赞的赞叹说：“其光除佛莫能测，故佛又号难思光。”这话说得好，除了佛之外，没有人能够测度啊，没有人能够想象。古佛又号难思光，神光立相不可名，故佛又号无称光啊。这是位移里面的两种，难思无称啊。在中国无量寿经只有两种，这两种都是一为一本啊，就是康僧开的本子啊。日本比我们多，有十几种日本的
祖师的大德，对于无量寿经下了很大的功夫，留下有十几二十种的注解，都值得做参考。啊，念老的注子好像有四种，这个日本祖师注解里头有四种。光丽光相，故除佛莫测。光有光的相，光要没有相，这个光就难测了。这句话我们懂，古人很难懂啊，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说明了，光波长，波的长短很多，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的只限于这样的光波，比我们肉眼看光波长的光波我们看不见，短波我们也看不见啊！我们借用仪器可以看到紫外光，可以看到 X 光啊，要用仪器啊。那么比 X 光、比紫外线更长的或者更短的还不知道有多少。确实我们没有办法测度啊，啊，说故除佛莫测，只有佛自信圆满的启用啊，他知道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，不能如常寂光啊，这一品无明断了，他就入常寂光了，入常寂光十报庄严土就没有啊。那么对于光这桩事情，妙觉如来完全明了啊，等觉还不行啊，啊，何况等觉一下啊，那就更不必说了啊。光微妙，非常微妙，是心得的启用啊，明心见性，习气没断还不行，必须习心习气断干净，回归常寂光，圆满的明白了。啊，这个下面有个挂符，是念老为我们解释的。至于无称光，即前或于解脱光，现在呢又或于不思议光，实际上也没有妨碍。该注意开合有别，
错综不一，故显差异，但其实质一无二致。啊，解脱是涅槃三德之一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又不思议，就是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翻成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无法想象。啊，思是想，意是议论，说明无法说明，不可以想象，啊，无法说明，啊，这是他的意思。啊，那么现在跟不思议光融合也没放开，五种缘一本，开合有别。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缘一本里面的差别。世尊当年说法的时候所说的啊，错综不一啊，有些是佛说的，有些是翻译家他们翻的，故显差异啊，但其实质一无二致啊，又何况解脱是涅槃三德啊，涅槃的三德都不可思议，法身、般若、解脱这三德。又不思议呢，即不可思议。本经小本的原名，小本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啊，佛说阿弥陀经是鸠摩罗什大师他老人家提的，世尊讲这个经没有说叫佛说阿弥陀经，没有。那么罗什大师为什么要这样提名？希望大家多念一声佛号，用意很深呐、啊！啊，这句佛号功德无量无边呐、啊！啊，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佛号供养在那里，人家看到都念一遍，不但是无量功德了，这个地区消灾免难啊！随造佛塔，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有做纪念塔的啊，就可以用佛名号做塔了啊！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他的四面都用这一句佛号，无论在哪一边看的，念一遍，功德无量啊！那么小本经的原名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小本里的有说。啊，不是没有说啊，用阿弥陀佛名号做经名，这是罗什大师的别意，意思很好啊，我们能理解。又古音声王陀罗尼经啊，这里头一段经文说，这里也揭露在此地。二十十方恒沙诸佛皆供赞彼安乐世界，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
所有佛法不可思议，神通显化，种种方便不可思议。若有能现如是之事，当知世人不可思议，所得业报也不可思议。这段文好啊，啊，真好啊！啊，《古印王经》里面所说的啊，十方恒沙诸佛啊，借供赞彼安乐世界。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所有的佛法，法是方法，我们一般称法门啊，门是门径，你依照这个佛法去修行，你能证果啊，能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佛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佛的意思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见性之后啊，确实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，极乐世界所有一切法都能叫人得定开慧啊，光明能叫人开智慧，得无生法忍光能，音声也能啊，佛说法能，菩萨说法呢，花草树木通通都说法，七宝池中流水也说法，没有一法不能。所以极乐世界确实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，真真不可思议。是到极乐世界没有不开悟的，不但开悟，快速开悟，彻底开悟啊，这功德大了，一切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啊，第十二愿讲定成等觉，正觉成正觉就是真的无上菩提神通显化，种种方便不可思议啊，下面这就更难得了。若有能现如是之事，特别指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间人看到了无量寿经，看到阿弥陀经，看到观无量寿经，能相信里面所说的事啊，对他一点不怀疑，这个人不可思议。他为什么能信啊？这个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到，这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
无量诸佛如来。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，现在他见到经文，或者听到人读经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，极乐念诵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声音，他就欢喜，他就能接受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这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现在一看一听就欢喜，得到诸佛如来加持，所以他不怀疑。我们也搞了不少年了，怀疑。怀疑还是勉强接受，还是用功来读诵，来研究。研究到一定的程度，就是把我们供养诸佛的功德补足了，我们还差那么一截。或者是用称念，叫你念相信，佛没有妄语。你依照佛的教给你去念，决定不会有错误。念到若干年，补足了，不怀疑。供养诸佛如来功德圆满，那种人不多，他能接受啊，少数人呢。还有一些人呢，就是功夫差一点的，要靠补足。这种人不少。在这一生当中补足的，他到临命终时信心坚定，没有丝毫怀疑，所以能够念佛往生。念佛的时候看到佛来接引，这是什么？这补足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回头想想我们自己的根性，就知道了。没有丝毫怀疑，好啊，真难得，要加功永恒呐。有一点怀疑不要紧。经念多了，听多了，佛念多了，自然就相信。一根就拔掉了，只要把一根拔掉，那就保证你往生。所得业报也不告诉你，所得的业报是往生极乐世界。无论四徒三杯九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个业报不可思议。又莲池大师疏钞里面是解释不可思议。他说此分为四。分四点来说。一，释发广大功德，为无量寿、无量光、三宝道品种种等，这是第一个不可思议。
啊，施法广大功德。我们要记在心上，遇到缘呢要走啊，啊，遇到缘都劝人念佛，念佛真能解决一切问题啊，或者念观世音菩萨都行。啊，临终的时候，佛菩萨来接引我们往生，决定没错。阿弥陀佛接引，或者是观世音菩萨接引，啊，大势至菩萨接引。西方三圣都是本尊啊，都没有错啊，不是这三个佛菩萨戒言就不能去，靠不住啊，一定要等到这三位佛菩萨戒言。那么第二是神化周边功德，为水、鸟、树林、闲喧妙法，一摄复用啊，受用自然。众生皆具相好身边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身上的相好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，阿弥陀佛的相好，法身没相，报身有相。观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弥陀的报身身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性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里面都看到诸佛菩萨在那里讲经教学。这是相好啊，神变不要说多，说一桩事情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阿弥陀佛的大讲堂我们看到了，看到佛坐在当中讲经说法，再仔细一观察，有个位置空到的，细细看位置上有自己的名字啊，那是你自己的座位，你就会安安稳稳坐在上面听法啊，这一坐下去之后了，什么时候离开讲堂？成佛才离开，不成佛不离开。啊，先成佛的先离开，后成佛的后离开，不成佛不离开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得的身是法性身，不是肉身，法性身，法性身不生不灭，法性身没有改变啊，相好光明无等了。法性身不需要饮食，法性身不需要睡眠，法性身坐在那里，无论坐多长的时间，他没有疲劳，欢喜
越听越欢喜，法喜充满了。那他有神通变化。那我们看阿弥陀佛坐在那讲经说法，没动啊，多久了？十劫了。极乐世界成立到今天十劫，他老人家坐在那如如不动，坐了十劫了。啊，讲经教学没中断。一因说法，众生随类通通学会了。啊，弥陀身不动，但是你看到他时时刻刻化无量无边身。啊，我们相信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三杯九品人人都能够见到，见阿弥陀佛化身去干什么？去戒淫十方诸佛刹土里头念佛求往生的人，那他说明到了，佛去戒淫他，佛化身戒淫，又不爱讲堂讲经说法。你看，同时，啊，他能做这些事情，这里头还透一个信息给我们：众生皆具相好身边，我们也有。啊，哪怕是我们刚刚到极乐世界，才见阿弥陀佛，坐自己的座位上，才坐好座位，就能现神通变化，也能化无量无边身。那我们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？十方世界过去跟我们有缘众生，他念佛功夫成就了，佛去接引他，我们跟谁一道去接引他？啊，一见面就知道了，我们是哪一生哪一世，在哪个佛国度，是什么关系，统统知道了。所以极乐世界熟人多，老朋友多，而且到极乐世界都是好人了，恶人的坏人都变成善人了，啊，通通改变了，纯净纯善，啊，没有不欢喜的了，啊，这是跟着佛戒引众生。另外呢，啊，发无量无边身呢，另外的那些分身到十方诸佛刹土干什么？供佛。去拜佛啊，供佛修福报，在听佛讲经说法修慧，佛慧双修。你想想看，十方诸佛无量无边，每一尊佛那里听一句，你就听了无量无边。这大藏经听完了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你就可以从这人想象到到极乐世界成佛的快速，成佛的安全啊，那个地方没有障碍，通通是善缘助缘帮助我们成就，不能不去，不去就错了啊！一生这桩事情摆在头等大事啊，然后我们办这些随缘办
办的这事，这都是小事。啊，这些小事是善事，这个功德可以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绝不要这个世间天上名闻利养，决定不要。请我到天上去做上帝，我也不干。啊，你看，逃离天主，上帝啊！啊，色界天，都有天王。啊，色界、四禅、十八层天，啊，最上面的摩西首罗天王，这是六道里头地位最高的了。啊，四禅天的天王，你愿不愿意去当？求这个不难了，认真努力修福修慧，到天上去享天福。可是都有寿命啊，无色界天最高层的寿命八万大劫，飞翔会飞翔出天。八万大劫到了，没有办法往上提升，怎么办？就往下坠落了。这个事实真相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。我们对于天上的福报就不想了。啊，就不会产生贪念了。啊，天福都不要了，何况人间福报？你要这个干什么？啊，人间福报如果有，要分给大家享。啊，做布施。没有，正好。省事，不操心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福慧双修啊！这一句佛号里头有圆满的福报，有圆满的智慧那么第三是信受，续根功德，为难心之法，能心受者，俗世修无量善根等。啊，这条重要。如果不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慧，这一生当中遇到生不起欢喜，一天能生欢喜心，这个人过去修的无量善根，人与人的关系也如是。过去不认识，你看一见面，哎，这就欢喜；有些一见面就讨厌，啊，都是过去生中在一起，
还有过去生中的习气啊，喜欢的看到欢喜，不欢喜的看到的讨厌。啊，这是第三种的。第四种呢，果报难生功德。啊，为积德往生，积德入上善会，积德不退转地，必经成佛的果报。果报太殊胜了。啊，果报里的头一句极得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所遇到的人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你入了诸上善人的俱乐部，你跟他们在一起多难得了，特别是现代的社会，现在社会诸上善人纯净纯善到哪里去找？找不到了啊！中国古人的标准，做人的标准，那像个人一定要具足无常啊，无常是人的标准啊，无常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具足，这是人啊，这正常的人。无常不具足，缺一个缺两个，残废的人呢，缺三个缺四个不是人了，在中国古人的标准呢，啊，仁者爱人，爱人就不能害人，哪有这害人道理呢？啊，义者循礼啊，义，用现代话说，思想、言行、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这叫义呀。我应不应该想？应不应该说？应不应该做？要考虑到情、理、法。都不违背可以，有一条违背就要慎重考虑啊，这做人的第二个词啊，第三个礼，这个礼是仪表啊，就是礼貌礼节啊，要懂礼啊，礼不能不学。五经里头有三礼呀。啊，周礼，那是治国的。啊，仪礼是做人的，应当要学。啊，基础基本的东西就是古人编的弟子规啊，从小就要学规矩，懂规矩啊，智是理智
不能用感情，要用理智，不用感情。最后一个要守信用，人言为信啊，信是人言。这五个具备，这是正常的人啊，也叫好人啊，做人做得不错了，这才能影响别人。从哪里影响起？从家庭影响起啊，我自己身修了，家就起了啊，我是以仁义礼智信对待家人啊，从家再扩大到社会，再扩大到国家，再扩大到全世界，凡是人无不爱，皆需爱啊。这一个爱字就是这个无常啊，仁义礼智信施于天下，天下就和平啊。现在讲地球的盛世能不能做到？能，只要把这五个字人人都能做到，从我自己开始啊，要做到让人相信。我们在澳洲图文吧14年，01年我们住进去啊，到今年整整14年，我们就用无常无界，十善业道，自行化他。这个小城的人民感动了，人人都起而心之，大家有个共同的愿望，把我们的小城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和谐多元文化城市啊，多元文化和谐示范，好事啊，这都有意义啊。没有14年别人不相信的啊，14年我们努力遵守无戒十善，中国的五伦五常啊，13年效果出来了，10年效果就出来了。他们去找我，现在大家越谈越欢喜，希望我们真正做出榜样啊，让世界各地到我们小城来参观来考察。当然小城就兴旺了啊，这好事情。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条啊，第4条，果报啊，
积德不退转地，必经正福。这是功德圆满了。啊，这些皆超越常情，故云不可思议。如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是经义不可思议。啊，《金刚经》的义理，果报也不可思议。啊，用《金刚经》上的两句话，在这里做十二光的总结。又小本义真因果皆不可思议，莲池大师疏钞里的时候，一是同居就是极光，这一句话意思很深。同居土就是极光土，那方便十报就不必说了，都是啊，四土是一体，一体不爱差别，差别不爱一体。这是四实相啊，诸法实相。那我们这个是这个世界呢，是不是同居就是一万？是啊，跟这个世界没有两样啊。但是我们今天同居妨碍极光，极光又妨碍同居，我们同居见不到极光，在极乐世界同居见到极光。啊，见到极光的福就太大了。极光里都是什么？无量无边，无数诸佛如来，妙觉，不是等觉。常极光都是真的究竟圆满的。我们想见他，他现身的；我们想见是缘的。是感呢、啊、他现身就是因的。啊，无论现什么身，通通是法身。啊，果报殊胜。啊，正报呢？应身即法身，在方便土里头，不是在这个同居土建的是应身，方便土建的也是应身，啊，十报土建的是报身。通通是法身，啊，四身即一身，四土就是一土，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因七天功成，果一生不退。这一生就是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就不退转了啊，果报也不可思议啊，这是一佛超越常情，故居不可思议，讲不可思议。
这些话都非常重要。莲池大师苏超说的啊，又弥陀要解偶业大师说的，说不可思议，他说五个意思。啊，莲池大师说四个，偶业大师说五个。第一个，横超三界，不思断惑。啊，不需要断烦恼，见思烦恼一品也没断，信愿持名，他就能往生。啊，信愿持名，横超三界，不思断惑。花开见佛，这个不可思议。第二呢，基于西方，恒居四土，非有见证。啊，这就是跟莲池大师讲的是一样的，同居就是极光。四土就是一土啊，无论在哪一土都恒居四土啊，都是圆满的，不是渐渐证得的啊，不是说我们到同居土，在同居土里面修行啊，等到我们大彻大悟了才能提升到方便土，提升到十宝土，提升到长久观土，不是的。一生一切生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啊，第二，基于西方，恒居四土，非有见证啊。第三呢，但持名号，不假禅光诸方便，容易啊。但持名号，不用一切方便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榜样，他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了92年，好啊，身心清净啊！啊，老人的心念到什么程度？把清净平等觉念出来了，一句佛号念出来了，除这一句佛号，心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它是清净心，没有染污，它是平等心，没有分别，它是觉心，没有迷惑，圆满了，清净平等就圆满了，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就是佛陀，一真一切真的。所以不用禅，不用观，观是什么？观是教。华严宗有五指六观，天台宗有大小之观啊，他们修行的方法全不用啊！
啊，这里的报注包括密宗，包括戒律、律宗，统统都不要，就是信愿持名。我们要相信，不相信也是正常。为什么呢？难信之法嘛。那你那么容易信的，这怎么可以叫难信之法呢？啊，那信的人有福报了，信的人便宜占大了，他一生去做佛去了。啊，这个世间要真的想一心做佛去，记住一句话，这个地方通通放下，舍得干干净净，你才能学到像海鲜老和尚啊，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那是圆圆满满的心愿之名啊，是真真实实的心愿之名，它不是假的啊。我们还有贪嗔痴慢在里头，还有七情五欲在里头夹杂着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能成就 啊彻底放下，身心世界通通放下，佛法也放下，这个里头讲的禅观诸方便就是佛法啊，佛法也放下了。那么第四个，你看时间短难，一切为期，不及多劫多生多年月。几天成功，一个星期啊，我们能不能做个实验？一星期放下啊，什么都放下，念七天佛啊，这叫精进佛起，就是一句佛号。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啊，一个星期不跟外头往来，大佛喜。不需要很长时间。最后呢，持一佛名，皆为诸佛护念，不宜持一切佛名。啊，这一个业，一个佛名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，念这一句呢，全念了，一尊佛也没漏掉。这是事实真相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念佛名还要念别菩萨名。啊，现在有人提倡还要加上拜忏，忏除业障啊，修地藏菩萨的占察善，好不好啊？好。你对佛号不相信，所以还要加上忏啊！你对于祖师大德这些教训你都不懂啊！海鲜老和尚做了92年的榜样，你没有看懂，你不得利益啊！真正的利益呢，一句佛号就行。
讲得多清楚啊，这一段呢、啊。欧耶大师在要解上说的，前面是莲池大师说的，这些大德、祖师大德都是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，不是普通人呐、啊。他们可没说错啊！啊，你们自己修念这一辈子佛不能往生，要自己负责任。啊，是你的信心不足，愿心不足，啊，有怀疑，啊，有忧虑，有牵挂，放不下的东西太多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多好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啊，老祖宗教我们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一门就成了。刘树云居士一门，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20年。啊，胡晓林居士一门。大乘起信论6年，古大德教学的理念方法妙绝了，就是你不肯相信，所以你不能成就啊！你相信就成就。啊，一门就是普门，一佛就是一切佛。华严经上讲的一界一切，一切皆一，说的一点都不错，是法佛法都不例外，一界一切，一切皆一。你能够把这句话听懂了，你这一生就能成佛。当然你能往生啊，天天念这句话，这句话不懂啊，白念了。这个责任要自己负。佛菩萨圣贤人不骗人，句句都说实话啊，你会错了意思，你走偏了，你走邪了，要自己负责任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持戒导师大愿行之所成就，故曰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！导师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48愿，无量界的修行所成就的极乐世界四土3倍9品一真庄严，这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 啊！下面又曰：行人信愿持名，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。这句话说太好了，
可见的，你迷惑颠倒，你糊涂啊！这么清楚，你都没有能体会到啊！你还搞许许多多啊，杂了，乱了，杂修乱修，怎么能往生？记住，往生要清净心，最低的标准啊，清净心就能往生。生同居土，生方便土的下品，啊，如果得清净心，那你决定生方便土，啊，得平等心，生方便土的上品。啊，如果真开悟了，清净平等觉也得到了，你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可是告诉你，极乐世界四徒在一起，有没有四徒？有，在一个教室上课，这是十方世界没有。啊，阿弥陀佛在一个讲堂上课，哎，这个讲堂很奇妙，不可思议。我想学华严，我坐在讲堂上听阿弥陀佛讲解，就是讲华严经。啊，跟我隔壁这个人，他喜欢听法华，他所听到的全是法华经。啊，他没有干扰我，我也没有干扰他。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果得解，想听什么听到就是啊，想读什么看到的就是，妙极了啊！想读经，经本展在面前，不想读了不见了，没有了啊，不必去收藏，不可思议的世界，太难得了，这么容易去啊！啊，七天就成功了。所以这一句是：全是佛功德，成子功德，把阿弥陀佛无量界修学的功德。幸愿持名这四个字，就把他的功德变成我自己的功德，这还得了吗？相信的人恭喜你，你成就了；不相信的人，你慢慢来吧。啊，我也不是一入佛门就相信，我不相信至少是30年啊，好在寿命长啊，啊，要没有这后面30年我还是不相信啊。啊，我学佛今年64年了，前面30年不相信，所以我对于经上讲的难信之法，我是深有体会啊！我从这走过来的啊，真正相信得力于华严、法华、楞严、圆觉啊，般若跟法相。这些经典帮助我觉悟了，帮助我明白了，
再不怀疑了。85岁之后，万缘放下，就是一句佛号了。我跟海贤老和尚学习，我追随他老人家。我连经也不读了，就一句佛号，绵绵密密。偶尔还有流失，没赶上老和尚。老和尚一生不曾丢失啊，一句接着一句。我们偶尔时间短暂啊，丢掉忘掉了，应酬多。应酬也不能轻慢。为什么呢？人家很远的地方来，有很多从国外来，难得见一面。多劝劝他念佛重要。多劝一个人到极乐世界，好事啊！没有比这更好的事。我们再看下面要解说的，要解所云：信愿持名。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，真是红心里面中的红心。古人射箭，现在打靶了，红心，红心里面的红心，中心点呢？近代印光大师赞叹此书。此书就是要解，弥陀经要解，印光大师对他赞叹，理事过真契机，真是到顶了，到顶头了，没有不能再高了，为自佛说此经来第一注解。妙极了，确极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纵令古佛再出于世，重铸此经，亦不能高出其上矣。底下四个字，臣哉是也。这一句是黄念老说的，我也这样说。10年前，十几年，这是15年前了。我在新加坡，演培法师有一次请我吃饭，在素食馆，客人就我一个。我们两个一见面都老朋友了，他就问我净空法师，我今天请你吃饭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没神通，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。他说我有一桩事情怀疑，我要向你请教。我说不敢当，我是后学。他大我10岁，从小出家。
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喜欢听他讲经。啊，他就问我，就问这句话，说印光大师对于偶业大师的《弥陀要解》的这个称赞呢？啊，就是这一段离世果真于己，唯自佛说此经来第一注解，妙极确极，纵令古佛再出于世，重铸此经，也不能高出其上。这个话是不是说过分了一点？啊，他就问我这句话，是不是过分了？我就告诉他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印光大师说的话，千真万确。他是修弥勒净土，他追随弥勒菩萨，想往生到斗率内院，啊，跟这个近代的大德虚云老和尚，虚云老和尚生斗率内院，啊，他想跟弥勒菩萨，弥勒将来下生成佛，他就是弥勒佛的大弟子，啊，像舍利弗、目犍连的身份，他搞这个，啊，他不求生极乐世界，可惜啊，真可惜啊！啊，80多岁就过世了，啊，非常难得。啊，他在近代可以说代表法相宗，啊，他法相的经论讲的不少，著作也非常丰富，啊，有延培法师全集，啊，我们晚年由于我在新加坡住了4年半，啊，他也住世，我们有机会常常见面。后面这一句是念老给我们做的总结：不思议光中，全是阿弥陀佛如来不可思议功德，故名不思议光。这就是12光，最后这个光，啊，把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完全摄受在其中。啊，12光佛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下面再看。显光用甚，光的作用非常殊胜，啊，经上说了3种。第一种，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啊，右面这一段虽然只是2句，啊，是这一品里面第4段，显弥陀光明妙用的殊胜，是为第14愿除光安乐愿的成就。48愿第14愿，啊，所以佛法圆满的光明。12种是12种得了，啊，是12种类也，每一类里头都无量无边。啊，佛放光是帮助众生成就，
帮助众生得清净平等觉，帮助众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帮助众生提升境界，证得究竟圆满。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啊，我们这有没有？有。我们为什么没看见？我们心不清净，我们的心不平等，所以看不见。啊，念佛人念到功夫成片，清净心现前，如果跟佛有缘，得佛力加持，你就见到了，见到佛光。啊，见到佛光，当然首先你生欢喜心，佛光给你做见证，递信息给你，你继续努力，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是障碍。啊，不放在心上是正常的。啊，心愿持名。希望日夜不断。功夫再深了，到四意心不乱了，见光的机会就更多了。到理业心不乱，想见就见。不想见就不见，到理也心不乱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！只是我们功夫不够啊，没有达到标准呢、啊，所以没见到啊！啊，展开。无量寿经，我们这一遍都过去，有没有悟出？悟出就是光明。你读十遍有十遍的悟出，读百遍有百遍的悟出，读千遍有千遍的悟出，那个悟的深，悟的广，就不是初学。能体会到啊！啊，读经不求解义，求解义是你打妄想，你全想想错了，你没有想对。为什么不求解义？它没有意思。你解什么？他是自信薄弱，他不是妄想执着，是自信薄弱，所以这个要懂。一切佛经都是佛菩萨从自信当中流出来的，你怎么能解？他心中流出来，流智慧，我们心中流啊，天天流啊，时时刻留什么？留烦恼，留妄想分别之处，留这个，留是非人我，留贪嗔痴慢啊，这个东西跟智慧不相应啊。所以读圣贤书
好好的读，不要求解义。变数都多了，哎，心清净了，妄念少了，杂念少了，啊，贪嗔痴慢少了，七情五欲少了，哎，它就起作用，就见到经的意思。啊，用一般读书人的方法来读佛经，没有。啊，他读一辈子是他自己之见，不是佛之福见。一定要懂啊！你自己可以做实验的，三年五年效果就出来了，你就相信了。啊，我教胡小林，真的，他念个三四年的时候，就真有感应。啊，真的。突然意思出来了啊，告诉我一千遍他看出的意思，哎，他看古人的注解啊，知道这个注的好，这个注的有问题，他能看出来啊。念两千遍不一样了，看到什么更深更广啊，现在他往三千遍出发了。啊，三千遍决定跟两千遍不一样。啊，古人的这个注解是给我们做什么用的？印证的。啊，我们的悟处跟他悟的一样不一样。所以要看古注，不要看今注。古注是有悟处的。金柱是他意识里头写出来的，不一样啊。他的思想里夹杂着烦恼习气，不纯啊，所以那个不可靠啊，要找纯的啊，清净平等觉现前，染污分别啊，呈现统统放下了，这叫管用啊，这叫真修行，学般若的菩萨，修萨摩地的菩萨请看下面第二段啊，根二见者获益，这分两个小段啊，第一个小段日光善生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，苟灭善生，身亦柔软啊。你看看佛光遍照，无时不照啊！如果你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啊，修破迷开悟，你会见到佛光，佛光一见就加持。啊，我们看这一段注解：其有众生欲思光者，表佛光。虽普照十方无边无碍，但以众生根性不同，其根下缘劣者，欲如覆盆觉照。日光虽变，但人覆盆于顶则不见光明，故有能遇于不遇者啊。这一段我们先说一说，众生根性不同，根下下根，缘劣缘不殊胜啊，这样的人呢好比
佛盆觉照，啊，头顶上啊用盆盖起来，不让太阳照到，啊，这是举这个例子。啊，日光虽然遍照，可是这个人头上戴个盆。我们现在是不是戴个帽子，一样的意思。戴上个帽子，太阳就照不到了。啊，这样就是虽遇跟不遇没有两样了。啊，若有机缘。这是根利的上根人啊，佛缘有佛缘遇思光者遇到佛光，佛光是无处不照无时不照，在必获如下之光也。下面所讲的利益，第一个狗灭啊，狗是什么呢？底下讲的贪嗔痴，为三狗消灭。这是经文，三狗就是贪嗔痴三毒。啊，善生呢，像《十住毗婆沙论》里面讲的，善根者不贪，不悔。就是不嗔不痴，三毒反过来就是三善根啊，一切善法了都从这三根出生的。佛光能帮助我们远离贪嗔痴。为什么佛光是智慧？佛光果就是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啊，最浅的小利益心清净心定神清啊，再向上提升呢，分别没有了。啊，没有分别，心就平等；没有染污，心就清净。啊，觉就是开悟。啊，善生，三善根就出现了。断恶修善身依柔软啊，这个地方举大智度论上说的，一切诸善法皆从三善根生增长，是名狗灭善就生。又谓以为善心生也，善心者以惭愧之而发，即无贪等三根。无贪，无贪无嗔无痴，这三善根啊，为善之自性，与之相应而起的一切心心所，通通叫善心。这个念头、言语、行为是从善生的，所以言善、行善啊。
心善没有一样不善。这个要懂啊。那么反过来是三恶，贪嗔痴。于贪，心里想的是贪，言贪、行贪，三业都是贪，所有一切恶业都从这生的。这个恶业所感的三恶道的果报。三善根所感应的三善道的果报啊，这个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，啊，六开六道轮回是在底下一段，底下一段三途邪途啊，这就提升了。啊，我们把这一段念下去。今日弥陀本愿，这只对净宗的真实信心，深意、深口意三业。柔软心柔和而随顺于道啊，如《法华经》里头所说的，众生即幸福，智智亦柔软，盖此土众生刚强难化，身亦柔软呢，就很容易教化。这需要善根善缘啊，我们在国际会议当中啊，遇到的人都是第一次见面，从来没见面，讨论问题的时候啊，有些彼此就都不能接受啊，要辩论很久啊，虽然都有君子之风，啊，不至于翻脸骂人，啊，但是执着成见呢，啊，他执着他的见解是对的，啊，特别东西方文化不一样啊，我们说他能相信，他能接受，那就是。智智亦柔软，有没有？有，少数。啊，这个我们都结成好朋友。啊，他一听，他就能接受，他就欢喜。啊，确实这样的人不多，不是没有，有。啊，要慢慢的感化他，那就不是一次了。如果我们在一起开会，年年都碰面的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年年都碰头，年年都在一起讨论，啊，三年五年之后，他妈转变。啊，这个有啊，第一次见面就心意柔软很难，很少见啊，不是没有，真有啊，那谈的都很投缘啊。这个念老在此地做的结论
一句话，若身依柔软，便以调伏教化，很容易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